你们就直接回饭店，没有再出去吗？还是没有没有，我们很乖的，我们都对早睡早起。游个泳啊，还是什么？游泳。对啊，不知道。没有力气了。习惯会想要来早上要做一些运动的人吗？不会。睡觉比较重要。我每天失眠。 其实在变身里面有没有几场是比较惊险的场面？也有爆炸，我们有一个景还蛮像蛮逼真的，然后是把杜斯缩小，那个钱应该也花，那个景花很多钱，还不错。如果真的有火的话，其实是感觉真的蛮逼真的。哇，那个火应该是假的，我们用的火都是真的。真的？不是啊，是，只是弄热，但那边不是真的火。真的假的？你会闻到真的火啊？You can smoke gas. Can smoke. 所以敖前将才开始担心，其实当时是蛮危险的。我们拍变身的时候，其实很多爆破，很危险，是真的，砰，然后，哇，对。那讨论一下你们这次在新加坡比较难忘的是什么？最难忘的应该就是这边。哇，对啊，在最后时刻出现那个难忘。Jeff呢？很喜欢新加坡，每次回来觉得新加坡越来越漂亮。嗯。 呼吁一下大家，为什么要看变身吧？为啥？为什么要看变身？因为有陈柏霖，有敖辰，还有有你，也有我，然后就很屌的一部电影，然后好笑啊，一定要看。谢谢，拜拜。人的一生，时时刻刻都在变身啊。